你为什么非要开灯啊？太黑了，姐，我怕那个你坐不太这。好啊。坐这，你不太好吧，姐？没事。我就坐边上去。姐，那个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妈，比那会儿还烫呢，姐。要不我去给你买点药去不去？我不想让你走。就不走去。我不想让你走。啊，姐，喂，那个我就是个破鞋碗的。你躲我干嘛？我就是个破鞋碗的，姐。我去给你买点药吧，姐。这是你要跟我说的吗？我不介意你是失望。姐，那你等我吧，姐。我去给你买个药。行吗？你会把我扔下，你走了。不能，姐，你还发烧呢，我。好。不许骗我。姐，你先躺那儿休息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多少钱？姐，我赶紧回来。姐，你先休息一会儿。哎，您好，有退烧药吗？干啥去？钱回来了，姐。姐。姐。啊，您睡下，姐。我回来了，姐。那个。回来挺快啊。啊，这个。干了，有。姐，你脑袋还疼吗？很疼，姐，你吃点药吧，姐。这个，不好吃啊，姐。你有哪样好吃的？啊？我说药哪样好吃的？良药苦口。累不累？我还行，不累，姐。你下班了，然后还要来照顾我。没事，姐，你对我也挺好的。你能感觉到我对你好是吗？嗯。你坐床上来。啊。我想跟你说点悄悄话。说什么？什么话？这没别人啊，姐。你耳朵过来点。啊。耳朵过来。其实我其实我知道你啥意思，但是我可能比不上你。我就是个破球网的，姐。我不介意啊。姐，我一个月挣点，你看你这衣服，我可能像这衣服都买不起。我自己可以买啊。包我也买不起。我也可以买。你看你这化妆品啥的，我都买不起。都不介意。你为啥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喜欢。姐，我可能没有你想象那么好。我知道。那姐这样吧，咱们从朋友做起吧，姐。万一你们要是不好呢，对吧？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好。我尊重你。姐，好，姐，你睡一会儿，先休息一会儿。等你醒了，那你别走了，你陪着我吧。行，那我就坐这儿。等你退烧了，我再。你不上床吗？别了，姐，不好。你毕竟是女孩子，那坐这陪我吧。我小妹应该不回来了。啊？她应该不回来了。她去哪儿？你把灯关一下。睡吧，姐。睡吧，姐。